老婆，谢谢你在我迷失方向的时候踏进了我的生活中，给了我目标与方向。因为有你，让我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精彩。感谢你一路总是陪伴在我的身边，一起度过，并且鼓励着我。帅帅的这样子，最喜欢他的男眼睛，我喜欢眼睛大的男生，眼睛漂亮的，对，外表就蛮漂亮的。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觉得他的笑容很甜，有吸引到我。哎，姐夫，几乎掐了下。弟弟妹你谁好谁啊？你喜欢点怎么？点啊！当我们同在一起这一关，然后限时30秒内，新郎跟与伴郎共同站在 A 四纸上，并坚持20秒。一、二。哎，来来闹物件啊！直接惩罚可以吗？3、2、1，进组吧。在楼下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像你读书不读吗？来了呢。10、2、3、4、5，用筷子挑出绿豆排成爱心形状，限时1分钟内。老婆绝对不会有错。2，如果发现老婆有错，一定是老公的错。3，如果老公有错，一定是老婆的错。人家常常说，上帝关了一扇门，必定会为你开了一扇窗。感恩老天爷安排了这奇妙的缘分，让我遇见了你。不一样的你，总是态度认真，且一定说到做到。负责任的男人，这点深深吸引着我。梦龙，今天吼，我小心交交予你啦吼，啊，过日咱个来好安享受着，吼，啊，跟祝福着，安尼都白头变老，有咪爱好安尼就好。静静妈妈嘛是坐伫即个位顶管，甲阮三个讲，我一定爱大汉的时阵爱感性，爱团结。我想要跟爸爸说的是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我，还有红米，还有姐姐。虽然我现在也要嫁出去，可是你又嫁梦了，又嫁一个愿主，对，你不是一个人。Thank you.
伸出你的右手，接下来站在，请我们爸爸将你们的手交到我们新郎的手上。好，大家手机赶快来拍哦，重要的时刻。未来在你难过时，我会安慰你；你不开心时，我会逗你笑；你受委屈时，我会当你的避风港，听你诉苦。以后的日子，就让我牵着你的手，永远不放开，一起白头偕老的走下去。老婆，我爱你。